为法师，汝为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487面，倒算第七行，对中央看起啊，一个千多书法对遮看起，三杯九品，总是。为佛起世了后，五祖凡夫呀，每两句如佛金色身，妙相色圆满，可见有脑凡夫一定比土色界身真金色，妙相如佛圆满具足。啊，对这看起啊，这段文呢，头前虽然有讲过，伊是一个段落，但伫这段内面，念落引用。古来的祖师大德，一再说明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，确确实实是阿弥陀佛为着接引变化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。六道众生，所以西方世界这个啊三杯九品，咱啊，大家人都冇分，这个甲古代的所讲的是无同款。古代的认为讲上辈是地上菩萨，这会当去证到的啊。啊，中辈、下辈，这个节节拢下面讲。玄奘大师是《公印经论》批评古人所讲的这个无妥当。伊啊，确实是为凡夫的，所以讲拄大心凡夫这对。生上不养生，什么都是大凡夫呢？心量大，起心动念，拢会替广大苦难的众生设想，这是大凡夫。啊，小凡夫呢，就是为家己设想，为家己一家人设想，为家己的亲人设想。那这是小凡夫啊，其实啊，不用心的是做恶业的凡夫，做了恶业十恶，临终啊，拄到善友，反对你会接受，会信，会改，对人真做啊，这是下不用心。所以三杯九品呢、啊，咱啊。拢总拢有分，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，显示出净土的殊胜。弥陀愿力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地讲啊，真清楚。特别是尾后的这两句，如何金色心妙相色圆满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确确实实是平等证着发心，这不是靠家己
断血啊，正真，完全是兴旺。阿弥陀佛，本愿威神加持啊！本若无个加持，迄度会不妙咯。你一个加持，该做阿弥陀佛菩萨，无往生卖讲，下下品往生嘛是阿弥陀佛菩萨啦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家己的身体甲阿弥陀佛是同款，只无真金色身。相貌和阿弥陀佛同款，妙相如佛。那亲像观经顶面呐所讲的啊，阿弥陀佛身有84000相，每一个相拢有84000，随行好，咱无办法想象啊，这不可思议啊。显示出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。妙相如佛，圆满具足。下面啊，佫讲咯，欲以大悲心利益诸君品，利欲心正念正慧修梵行。这是啊，说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花开见佛，真心的刻啊，都清净。智慧现前，慈悲心嘛现前啦、啊，自家觉他成就圆满，啊，亲像佛同款，那是不改呀、啊。一切诸佛如来的六道。跟你有缘的啊，这句话都爱记，佛不度无缘的众生。跟你有缘的，无论是有善缘、有恶缘，反正跟你是有缘。有缘，伊拄着苦难的时阵，伊伫遐咧求助。希望啊，佛菩萨加持啊，保庇。这个意念，你立刻就知影。你若是伫极乐世界讲，立刻就知影。你就会当啊，献身啊，去甲帮助。用于什么心得多，你就献什么心。你啊，得大自在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有这能力。啊、所以诸多度他，这些呢拢是阿弥陀佛威信力故啊，大力啊，本愿力故大愿啊，满足愿故啊，满力啊，满力啊，明了是大地。坚固是大德，究竟是大行。我以这个智慧为这加持你啊，你才有能力亲像佛同款，去普度六道苦难众生，五灵灵中亚，这个中亚就是轮回啊。啊，人对落伫轮回内面。那是无拄到正宗法门，想要脱离轮回，太难太难了。生生世世无量劫来，去轮回生死啊！你着靠本愿威力的加持，你有能力帮助这苦难的众生，帮助因啊智慧清净。帮助因啊，真心如佛，由是可见，诸土大心凡夫，蒙佛加披，上辈往生得无生念，又何足矣呢？这是非常肯定的啊，能做会到的啊。
应该努力来修学啊！啊，世间什么拢嘛是假，无一项是真呢？为什么唔认真来修学呢？去真正做啊！法藏比丘以偈上观，下面啊是以这偈来上观。修古即是我记言，小世之言那是建立，所经挑色啊之处，按地修十方之上规，以论极乐之品位，所以极乐品位非常的特殊。伊毋是靠自力，伊完全是靠他力。啊，自力就是拄则讲的，伊是心量大细，会当啊真正关怀一切苦难众生，会当下济为邻，这都是大心凡夫。啊，大心凡夫修行往生，都有机会。得到上辈的三品，那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所以咱应当爱发愿，应当爱亲像佛菩萨同款，关怀苦难众生，对苦难众生、做作罪业的众生，唔能够嫌弃，也无需要去责备。伊那非常可怜啊，做作罪业啊，果报拢嘛是伫个地狱。你想着讲地狱有偌苦，有甚物做作罪业，你无人介意啊？你袂当唔知影？无量寿经佛讲啊真好，先人不先啊，伊个爸母唔知影。阿公阿嬷也唔知影，曾祖父母也唔知影，甚至到啊高祖父母也唔知影。那伫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，淡掉一两百年咯。他早清朱熹太后时阵，伊就疏忽。忽略咯，无重视啦。以后啊，愈来愈歹咯。清朝亡国到民国，佛教就衰到底咯。虽然也有学佛的人，但是佛究竟是甚么观，无人知影。啊，都、就是真正知影这个佛法的人啊，是无罪咯。民国初年，刚经弘法的法师只不过十几个人念念，那到我这代呢，我伫年轻的时阵，二十几岁的时阵，弘法理性的人就太少了，十个较未够。伫全中国，我学佛六十年啊，到今仔日呢，今仔日佫较少咯。今仔日可能是五个都找无啊，所以一般人啊，无知做做罪业，应该得原谅伊啊，爱宽恕伊啊。希望因会当觉悟，会当啊回头，会当好好来学习，这才对啊。咱能够看下面的这段，有无量寿经抄，我经行
名副三杯九品，凡夫翁星，何必涉文？一凡孝翁星，第二代姓翁星，言凡孝者之三杯。这句话非常重要啊！凡夫修行，这些人往生，在西方叫世界是什么地位？有上辈，有中辈，有下辈啊！三辈都是《观经》里面讲的九品。有留心安乐道月，有四十八愿，初先为啊一切啊凡夫啊，有减为三圣圣人。第一句话重要啊，初是第一，先为一切凡夫。这是弥陀的本心，是弥陀的啊本愿，咱啊应该爱知影。后呢，这兼为三圣圣人，三圣是声闻缘觉菩萨啦，那是啊附带。真正用意呢，是为欲度凡夫。我的净土中义啊，分为凡夫兼为圣人。咱啊，他到这个所在，爱低温不温啊。如果那无阿弥陀佛，无净宗法门，但根本都无可能有任何的成就，唔免讲是大成就，上界细的成就是小乘殊途梵果，途果啊！大乘华严经常讲的十信位的菩萨初信位啊，这大乘啊，大乘初信，小乘是初果。啊，咱做会到未？讲实在话啊，咱啊根本啊就无可能呀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啊，啊是小小性啊，这最起码啊，佛的经上啊，甲咱讲啊真清楚啊，必做都爱啊，登三界八十八品见血。这能登未？八十八品见血，在大圣经内面，佛菩萨啊，通常改归纳为五大类啊，都是见思烦恼、见烦恼五大类。第一个心见啊，谁人会当破呢？未过在啊，执着这个心是我咯。敢有人做会到？就亲像《金刚经》前半部所讲的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、四相啊，拢破了。四相这破的是修行啊，修行殊途圆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。真正入门咯！啊，我伫最近应该有三十年咯。听听坑边咱的同学，咱来认真做啊！我劝大家做伙啊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门利用，放下五欲六尘，
放下贪嗔痴慢，我讲这十六字，这已经真无用做到，有够粗心为无？无啊！直到门口，够粗心呢，够粗过的这个门口呢，娘，无你去啊！把你带到门口啊！你去呢？你去，我这个标准袂用呢，要用佛的标准。佛的标准就是要破见血，真正的放下，放下我见啊，知影心不是我，心是什么呢？心是我所有的，就亲像衫同款呢。衫不是我的，是我所有的，心不是我的。啊，什么是我呢？灵性啊，是我。佛家讲的真如本性就是我。啊，明心见性，也你就把真我找到了。这个真我无找到啊，只是知影这个，这不是我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这算讲把真我找到，真我找到，啊，你就成佛了。菩萨有当时也未去找到真我，无找到了，不是讲无我，但先到来对上讲，上路莫尽啊，树敌啊，发心有，发心有，解脱有，发心。有上落五经，或者有上落五经，下团有上落五经，那会讲无我呢？只是讲那六道凡夫没咯，唔知呀。自性法界伊嘛唔知呀。自性是声闻缘觉菩萨佛。自性法界嘛，无找到啊！所以你就知影讲，伊真困难，伊真正无容易啊！啊，我心见破了后，也都要破边见。边见是什么呢？用现在话来讲，就是对立吧。啊，咱啊总是甲别人对立，甲书对立，甲一切万物拢对立。我、你、伊就对立咯。这嘛是错误的见解。事实真相是什么呢？事实真相是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。所以菩萨都讲了，无缘大慈，动体大悲。无缘是无条件，慈悲是爱啊。无条件的爱，爱家己，爱众生，爱树木花草，爱山河大地，爱变化界、虚空界啊！为什么？跟我是一体啊！那也是对立的，对立是错误呀！啊，这个第二是偏见啊！第三个，咱中国人讲成见，成见是什么？自以为是。这里都有两大类，因相的成见就是盖初见，果相的成见叫做见初见。这两种拢属于成见错误，自以为是，事实都不是安尼先。啊，最后一种叫邪见，无属这个头前这四种的错误，
的这款的看法，作为见解，拢总包括伫这类的。哇，一句话讲，小乘师徒缘虽然无什么大的本事，伊也低见啦，真正。因是下低下见，也低见真正。但是烦恼有啊，烦恼啊无断清楚，见思烦恼，见烦恼断了，思无断啊。啊，断见歇容易啊，断思歇非常困难。思歇是脑断丝连啊，无容易断啊。思歇是思想。做外思想，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。那这五种思想上的错误，那断了，伊就证阿罗汉果了。得到清净心吗？咱经对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心伊也得到，伊证阿罗汉果。啊，咱今仔日一片烦恼都拢无断，见思烦恼拢跌，也是执着心是我，会当往生袂会啊？就带业往生，只有进门，为万四千法门内底拢总拢无，无带业的，拢是断邪正真，所以困难啦、啊。这个法门甲八万四千法门比较咧，那就容易太侪咯。不过容易啊，伊也是有条件。条件是啥物咧？这个啊，见血啊，你都爱有能力该付出。无当啊，付出是啥物咧？伊虽然有，伊未起作用。这才会当往生啊。啊，用什么物件来辅助？用这句名号来个辅助，所以这个名号方法不可思议啊！这法太好了，和咱的起心动念拢念阿弥陀佛，念头再起来，古人讲呀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呀。你教我真紧，念头再起来，不管是善念是恶念。第一念头都换做阿弥陀佛，我们心内在一切时一切处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以外什么都拢无，养成这个习惯，念头一个起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。你看，咱的善念，三善都相应，咱的恶念就甲三恶都相应。咱念念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伫六道的这善道内底无啊，恶道内底也无。伊伫倒位有咧？西方叫世界有啊。你只要甲伊相应啊，你决定会去叫做世界。啊，念往生是这款的道理。总是爱创好清楚，创明白啊！一句阿弥陀佛念成功了，什么叫做念成功？无念的时阵，伊嘛会起来；念的时阵有阿弥陀佛，无念也有阿弥陀佛。熄了，熄个真透了，也甲其他一切烦恼低见慢慢的生疏了，了。像大事的时阵啊，特别是这痛苦啊、灾难的这个时阵呢，第一念就是阿弥陀佛啦，这就成功咯。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，临命终时一念十念拢会当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这个念佛要紧啊。咱这个一生当中，大意思因缘是什么？是念佛啦。
都念佛以外，拢嘛是小事，拢唔是要紧的代志。最紧要紧的代志就是念佛啦。更人念佛啦，真正念成功咯，对家己有真大的好处啊！好处是甚物呢？家己身心健康，你都袂破病咯。病对对来呢，不甲人讲，病毒的根本啊！都、就是啊，贪嗔痴慢疑恶毒啊！啊，咱心内有恶毒，所以外面才容易感染病菌啊。那是外缘啊，心内若是讲无恶毒呢，外面什么款的病毒都无办法侵入你。咱现在讲啊。免疫力，你有啊，真强的免疫力。什么款的病毒来到你家拢无代志啦，拢未起作用。为什么呢？你身心健康啊，这是对家己的好处。要有这个大好处呢，那家己啊得到利益，别人也得到利益。你徛在伫这个所在啊，无灾难。为什么呢？中国和古人常讲“福人居福地，福地福人居”啊。你修行修到一句阿弥陀佛，会当把你的妄念拢中，福如啊，你就是啊，大有福报的人啊，人间天上的福报第一啦、啊。你住伫这个所在，这个地区未受到灾难。哇，一句话讲，这个地区的人民拢享你的福啊！啊，这大家爱做无啊？这不做是袂用的啊！念佛啊，都爱亲像爱像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念念啊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帮助因啊破迷开悟，帮助因离苦得乐，帮助因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一生证道啊，究竟圆满的佛果啊。啊，咱这个一生的当中有这样的殊胜的缘分，真难得啊！你都爱真正的相信，真正愿意啊，去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修行成就啊，圆满的成就。那成就了后，你就亲像阿弥陀佛同款，普度虚空法界，有苦众生。后面呢，即句皆含为圣人。心理嘛都爱多啊，苦难众生优先，伊太苦了，伊优先啊。菩萨啊，听到这个法门，念佛啊，求往生，好啊。阿罗汉拄到这个法门，你几乎拄到这个法门，那发心求生净土啊，拢好啊，这个附带啊。主要啊，是对六道内面的罪苦众生啊，因故本品
啊，咱这个所在经文，开口便多话，十方世界诸天人民，也有自信完成彼个环游三辈，经中三辈之时啊，十方之诸天人民，诸天人民是六道众生啊。无讲到菩萨行文，你看这个经文偌清楚呀！各地三辈所指，修在凡夫，但经中亦兼为圣人。啊，咱凡夫对这个经教决定啊，唔当怀疑。如果怀疑吃亏，就是家己，家己这个亏是吃真大了。为什么呢？把咱在这个一生生活的机会错过了。咱在这个一生会当生活呢？决定会生活啦。这是偌稀有难逢。兼为圣人呢，下面啦，菩萨往生品内面，十方世界诸佛菩萨众，同往生者，但说其名，恭劫不尽。这说明十方世界诸佛菩萨众，念佛往生的人多啊，太多太多了。讲因的名利。穷劫啊，都拢讲未尽，都是无量劫，都拢讲未尽。你讲叫做世界菩萨偌济啊？经文的内面，咱啊头前有读到咯。其上辈者，下加其用。立作沙门，到这个所在呢，啊，才讲到经文头一句，下加起要立作沙门，上辈要下加，下加是什么？出家啊，起要啊，立要啊，一定那个禁欲啊，放下，为什么呢？禁欲是啊，六道。轮回的这个啊起因啊，六道轮回安怎来？就是众生的精深欲望罪，这个世界就变作六道轮回了。你问伊讲为什么变作六道轮回呢？这个是佛弟大乘经上相讲，境随心转，外面的境界随着心转。那由此知影，禁欲啊，是造成六道形象的第一个因素。那只要有情有欲，六道啊都会出现啦。那是讲情甲欲那无了，断了，甲诸位讲六道就无了。情欲那是佛珠，无断。你阿伫六道，但是你都未伫个欲界，你啊去到色界去了。也由此知影情欲的严重啊！这类物件若无放下，欲界是真苦啊！色界天，你欲界也就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啊，这是咱未当唔知影，未用你啊，唔知影，你唔是好物件，可是啊，世间人贪恋，无人愿意放下。
啊，咱来明白这道理。呀，无时劫来，咱啊就何止沾代志啊？对落地，落到轮回。这一生拄着大成咯，拄着正宗，才明白这个代志。这怎样讲？无量劫来，伫六道内底受遮侪苦，受遮侪的啊，咱啦啊，拢啥是为着啊，这两字啊。啊，明白了后啊，咱就要真正甲伊放下。真正放下就叫做出家啊，所以出家无一定出形式的家，这后面的念头拢会讲到。你做沙门，沙门就是修行的人，为精也。依波沙轮文，家是烦恼因缘，付出家者为灭果类啊，故以远离啊。家啊有家啊，都会有烦恼。所以啊，家这字啊，中国的文字啊，好啊，伊是智慧的符号，伫全世界找无第二家。咱甲这个家字用串字来写，你就真清楚咯。这个看到知影伊是什么意思。啊，顶面这个卦用啊串字来写，都像一间厝同款，像围一间厝同款。厝内底是什么呢？是一只猪啊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未显颠倒啊，是这意思啊。中国文字也是智慧的符号，你虽然不知道说它是按怎念法，不过你一个看到它的这个形状，你就知道它的意思。这个厝子里面有一只猪仔，所以这个字不是一个好字样，不是一件好事。咱的祖先用这种的符号，都是时时刻刻来提醒咱，家也是唔通留恋的。留恋就永远离不开六道轮回，人家是烦恼因缘呐。出家呢，出家随灭，果是念污，累是啊累堆烦恼。哇，这句话讲是为了灭烦恼啊，所以远离这个家啊。啊，远离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心内啊，远离。啊，事无关系，做什么事事无碍。最碍事的就是念头啊。你心内有，思想出家了，心上也有，也是无出家啊。可能作业搁较严重，颠倒啊，不如在家学佛的技术。哎呀，真正甲家放下了，真正被染污了，高明啊！啊，佛法里面讲家，有禅体之家，有烦恼之家，
有生死之家，有轮回之家，你出多一个。餐厅一个呢，就算现在一般人的，这不重要。啊，出烦恼家啊，啊，出生死家啊。这个出家意思就深了，啊，出嘛是有四种，第一种，心出心无出，心出家咯，心内啊个达工啊，是念着家啊。人就家亲惯小办回路啊，心出了心无出啦，无路用啊。第二种心出啦，心无出，在家修行的技术已经这样出咯。为什么伊心出咯？心虽然有，伊心内底无啊，即管啦。第三种心心拢出。这是真正出家人，标准的出家人。第四种心心啊，拢无出，这是在家无学佛的。而且学佛的时阵，对家也个是非常留恋，就业的凡夫。所以家有四种，出毛四种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。伊甲咱表演，伊是身心俱出，佛正着结果啊！也有一个在家技师，微摩技师，微摩技师啊，表现呢都是心出心无出，也成佛。这是甲咱讲，心出无出是不要紧，最重要是心。在家技师会成菩萨成佛呢？世尊当年在世，两尊佛同时出现的世间，一个在家佛，一个出家佛。你若去读《维摩经》，你甲看维摩技师讲经教学，释迦牟尼佛派伊的弟子去听经。夏利佛，世尊祖哈啊，智慧第一，我见你心通第一，还在弟子去听维摩技师讲经，看到维摩技师顶礼三拜，游了三站，伊个啊恭敬礼节啦，佮对释迦牟尼佛共款。所以佛法是师道啊，师道老师第一大，袂当讲啊，这个老师是出家的这个大师，咱看到伊就爱恭敬。这个老师是技师，咱就讲一定，心道的轻慢咯，错咯，完全啦，拢错咯，根本都唔知影。那在家技师修行正果，甲出家菩萨拢是同款。啊，一句讲修行啊，到底是应该出家，应该在家呢？各人的缘分拢无同啊。无障碍。像这些道理，现在就没人在讲了。那佛门里面清好清黑箱，清黑箱
关系是无同，和尚唔是随便称呼，和尚是梵语印度话，意思是啥物呢？请教师啊！我所学习的这个法，这个老师伊啊，亲身啊传给我，伊是我的请教师啊。用印度话讲，伊是我的和尚。注意就知影咯，我的和尚是啥人？李炳南老技师啊，伊是我的和尚啊。我对伊十年啊。大乘经教种种法门，拢嘛是伊传给我。啊，出家呢，有剃度的和尚，有这个修戒和尚，有戒和尚，有剃度和尚，诶，拢嘛是结缘的。有师父带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和尚内面最尊重呢，第一大呢就叫做。啊，传法的核心。咱这一生是不是成就就跟有关系真大了？跟剃度师关系无大，跟传戒师关系也无大。最大的就是啊，直接指导咱修行这老师，这老师第一大，我们叫做法主啊，叫传法。而且详细内容啊，必须爱知影。佛法是真正功利修行的成就。啊，所以出家这意思真深吗？有天分斯文。出家做恶极难，努力地行转，在家起果则已如海中泛舟。这个是莲分法师啊，伊讲的。为什么呢？出家环境啊好，这个道场高人啊，所以啊。以众可众，真修真做啊！有先帝些领导啊，古早时阵是安尼生，现在一般道场无了，为什么呢？无咧研究经教咯。佛教180度的变质，一定要知影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一生是教学啊！你若真正了解，你就知影，佛法不是宗教，伊也是教育。这个阿摩尼佛30岁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伊呀，就开始教学。30岁开始教学，79岁完结的。对开悟到完结，49年。无一天中断过，伊是一个好老师啊，真正标准的老师。啊，咱伫经典上毋捌看到释迦牟尼佛啦，倒一天有放假。啊，咱去看真侪宗教经典，有礼拜日啦、啊，放假一天。释迦牟尼佛无放假过啊。啊，工啊，拢嘛咧教学啊，几年几岁嘛是无放假。
啊，咱就知影，佛法伫世间，伊做的是什么？教化众生啊，教化这两字真好啊。那是讲教化，教化是因无果，教化这两字有因有果。教是教化，化是学生啊，接受教化了后变化气质，果就出来了。有转恶啊为先，有转邪为正，有啊转美为恶，有转凡心性啊，这个是化咯。所以教化这两字真好啊。所以佛法那么用现代名词来讲，伊也是一种多元文化教育，或者咱咧讲嘅多元社会教育。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教育家，伊本身嘅表现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嘅义务工作者，伊啊教学无收学费。而且教学平等，无分国籍，无分种族，无分信仰，不管你信什么宗教，你都可以来学。所以佛的弟子当中有很多是不同宗教里面的传教士，甚至是宗教里面的主持人啊，龙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，跟释迦牟尼佛学智慧啊。提升家己的境界啊。这是咱未当个唔知影的，佛法内底绝对切无迷信。无论什么代志，伊拢会甲你讲甲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伫过去道场内面，啊，想要作恶难呐、啊。共款的一个道理，叫做世界拢嘛是修行人，叫做世界阿弥陀佛讲经教学，无一工停止过啊。伊个世界真特殊啊！人的正不身体是发性心，不是血肉之心。因的衣钵就把灰草山河大地嘛是发性，发性体，发性土。所以迄个所在看未到变化的这个现象。人话上啊，这般戏也是少年人，无改变啊，永远年轻啊，永远未老，永远未衰。这个世界美好啊，人无需要饮食，你看那饮食偌麻烦，一路世界无需要饮食啊。耶路世界人啊，唔免困啊！耶路世界无暗暝啊，光明世界啊，每一个人的心会放光，咱家己心放光，佛嘛放光，每一个人放光，就把花草啊放光，山河大地放光，无其他物件袂放光诶，光明世界啊，所以无需要离家啊。无需要盯啊，所以呢，学习啊无中断啊，咱这个未用，咱这个食饭中断啊，
困难中断了啊，所以啊，学习难呐、啊，啊，因学习无中断，你就会当啊，想象会教啊，会学习偌紧呢。所以去西方叫世界，你想要动一个恶念，做一个歹事，无机会啊。西方叫做世界贪嗔痴慢疑啊，生不起来，就是说你有这个习气，生不起来。为什么咱这个世界人啊贪财？西方叫做世界人无人贪财，金银珠宝无人要挃啊，黄金摕来，你看破灭咯。像咱这个大妈家，咱这个有人家大妈家乌龟袋啊去放在厝内当作宝贝咧，还无啊？为什么太多咯？所以叫做世界黄金无人要挃啊，珠宝无人要挃啊，珠宝是啥物？建筑材料，起厝的啊，起物件建筑材料，无人要挃啊。翡翠、绿色的玉啊、透明。这是银啊，来对最珍贵的。叫做世界翡翠是什么呢？是大地，伊大地不是土沙，是翡翠啊。哇，一句话讲，咱这个所在翡翠的叫做世界是土沙。你就想讲迄个世界富贵啊，迄个世界福报啊。啊，咱徛的厝咧，你心内想要什么款，啊，伊就变成什么款的啊，无需要设计，无需要施工，水念啊，都伫个面前的啊，啊，无想要滴咯，伊就无去咯，也要拆起来，清清气气，一点不亮。你讲这个世界要去倒位去找啊？啊，咱伫这个世界，大金珠我唔敢戴。你来问我为什么？我讲迄唔是人咧戴厝，是厝咧戴人。你得爱思考这间厝，你爱去摒扫，干咪忝死？你伫这个世界啊，徛厝愈细愈好，为什么容易休息啊？几分钟就清清气气啊？大家真舒适，西方叫世界无关系，佫较大个厝，伊都无需要休息，无需要去摒扫，一点不亮。叫做世界无你需要做个代志，衫穿久了要换洗，啊，你想要换，啊，已经换做新个咯，旧个咧旧个都无去咯。无需要操一点仔心，全心全力拢伫个道上，拢伫学习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亲像即款学习的环境嘛，找无第二家，只有阿弥陀佛独家有啊。这敢唔去呢？咱甲阿弥陀佛的缘是足深的啊！那会知影，因为啊，你逐工念伊，逐工想伊啊，这缘就深咯。啊，咱冷静反省就知影咯。咱念诸佛菩萨名号，哪一个名号念较多咧？阿弥陀佛。啊，咱学习经典，倒一本经典，那学习的时间，用心的心力的时间用较多咧，净土五经，这都说明咯，咱个阿弥陀佛的缘偌深的啊！呀，咱伫这个所在，这发心真正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那边啊，注册咯。名字已经登记了，登记在哪里？登记在莲花顶面。
这宝池中就生一朵莲花，莲花顶面有你的名字啊，就登记咯，注册咯。将来咱要去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啊，就摕着这朵莲花啊来接引你。但这朵莲花的功夫愈念愈勤，花就愈大蕊。所以极乐世界，你将来看不到物件有变异，只有七宝池中莲花也变啦，啊，慢慢的变较大蕊啊。光色啊，愈变愈好。哪个退心啊，无要恶咯，该有白的法门咯，这莲花就打死咯，就无去咯。你这动念都有，无动念伊都无。所以极乐世界看到这个物件有生有灭，都是莲花尔。除莲花以外，所有万事万物拢嘛是不生不灭。啊，法师弟即个讲了，出家修道容易啊，在家修道啊是真困难啊。为什么呢？在家真容易啊，作业，作业就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啊，这是好业啊。又出家修道以为如海中泛舟，在家修好心难，如玉帝啊行转。言有心出家，离心不出家；心出家，离心不出家定。今心心故出家，我闻。下界契约，经文上这个所在讲的下界契约，注重在心。欲望哎，降低众生真多欲望，对到未来，都对心。为什么要保养这个心？啊，要保养这个心，袂当无为这个心操心吗？这就做真多业咯。这个代志敢有错呢？讲真正是错了，讲假啦无错啊。安怎讲真是错了？伊都有有一条人生的道理啊，是无创清楚。那是真正清楚了，永生之道就。不免靠物质了，会比物质的更加好了啊！那是什么念头啊？这佛讲真多了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！如果你心内拢嘛是阿弥陀佛。你的心慢慢就变成金刚不坏心，你的色相无亲像阿弥陀佛，你的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至少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的现前。有需要营养无？一点啊食物都有够了。你看出家人自古以来修行人咧食什么物件咧？佛陀在世托钵。人为什么吃什么？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中国的出家人一下菜呢，添加菜做一下。你看寺庙内底较早，现在无了，隔堂食饭，大堂啊，
才是日中一时，就叫做斋啊。啊，食饭是大鼎菜啊，这是佛门的规矩。佛门用万化为一体，穿衫三个颜色，这衫叫做袈裟，这是正色。佛门内面的正色是什么颜色呢？红、黄、蓝、白、乌五种颜色连做伙，这就是讲所有的这色拢在这内底，以免世间的正色。世间正色是红、黄、蓝、白、乌五色。佛无清，不清杂色的，五种颜色汇做一个。食饭嘛是安尼。啊，这个啊，一碗饭啊，饭甲菜是南水一个，什么滋味呢？酸甜苦咸咸混做一个，混做一个啊，叫做袈裟。所以穿衫这个是袈裟色，食饭是袈裟味，就是啊，这个菜，哦，讲足多足多的菜啊，摆伫遐。是世间法啦、啊，所以出家人简单啦、啊。阮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在家人无出家，伊过出家人的生活，伊也日中一时。我第一十年啊，我看真清楚，无人你该照顾啊。九十岁都拢无人咧甲照顾啊，也是家己煮饭、家己洗衫。九十五岁的时阵，伊才准两个少年人来甲照顾伊啊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伊身体好，伊家己会当做啊。食饭都是一个鞋啊，啊鞋啊，都是伊个碗。有一支笔啊，有一支笔啊，啊，恁看的是一个鞋啊，量啊无大啦，啊，就是拄好伊一顿饭食，就是一个鞋啊。伊是山东济南人，爱食面，每工这个面啊，放一点啊，青菜，一两片豆腐，对，机械炉鼎啊，到甲食完啦，变扫清气咯。清清气气，半点钟，袂浪费时间啦、啊。免食一碗，洗遐侪都麻烦呢、啊。都、就是一个鞋也是衣，碗也是衣，真自在啊！不过伊老大人啊，非常的慈悲。无亲像一般世界人遐尼啊执着，老师一点也未执着。你暗时去请伊食饭，伊去，伊都陪你啊。哇，迄个时阵嘛有淡薄啊怀疑啊。老师就甲我讲，人伊即卖啊是啊工作真无闲啊，伊就暗时才有闲通陪你啊，才是想要来陪你啊，想要甲你请教啊。啊！你暗时若无去，伊机会就无咯。啊，为着要度众生，要帮助伊暗时请食饭的时阵，老师嘛会去，也食一点啊，陪大家啊。但是啊，讲开始讲话多，食物件食真少。有时阵伊暗时有应酬，伊带我斗阵去啊，我坐你边啊。啊，听伊老大人，安怎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也会先较方便，我就对伊学啊。
你暗时食饭是甚么咧？是上课，还是到黑啊？你佛法里面叫做开解啊，这不是破解，叫开眼。啊，有这种机会，特殊的机会，你唔通放弃啊！哎呦，我要乞丐，我未当去啊！你要迁就我，现在人哪有可能啊？迁就我机会都无去咯。所以老师真正是无尽的慈悲啊，通关达变啊，一点啊都未失败，未过急啊。搞阿公概率，概率啊有开掠奇幻，一定要知影，你唔知你就袂当乞丐。唔知影，你就会死伫界条下面错路。所以，咱有信心，一点啊怀疑啊都拢无啊。身心健康，一天吃一顿，随便吃什么，托破人让你什么吃什么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伊未破病，心到清净的时阵，所有一切无清洁的物件来到你面前，一、那个念头就该也变清净了。清净心啊，那会接受念污呢？拢啊变做清净咯，所以我会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圆满突破，人供养伊啊，迄拢嘛是体悟上味、上解好的气味。为什么？伊到伊嘴内就变咯，变做菩提上味啊！境随心转，饭菜就是境界，到我嘴内伊就转变咯。我知影这个道理，所以对这件代志都未怀疑咯。所以生活虽然偌自在，一定要挑剔的就真痛苦咯，真操心咯。这个心未清净，虽然心是清净。所以这清净啊，称作妙用。虽然妙用，就是未障碍你清净心。那未障碍成就你的清净心啊？这道理深啊！那一切众生由爱较过，较是比如。那就咱嘴大想要啉水，这个毛病是什么？就是这个爱你啊！众生有爱，所以有心。好一个爱你的心，对这地咧去起真正多烦恼啊！有幻心故，引诱国土。只要有依不环境，这件代志，往今皇冠顶面讲甲真明白，愿意体去利用，我对倒位来，我都是对爱欲来啊。你看，最初一念不觉，就是一念不觉无原因，所以叫做无始无明啊。啊，无始什么？无开始啊，无过去，无未来。当下一念，现在当下一念，那么从清楚咯。弥勒菩萨所讲，一旦止。有三十二亿八千年，就是一旦止的三十二亿八千年分之一，那叫做一念，那是叫做当下一念。这个一念不觉，
就出现无明啦。无明是什么呢？呀，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坐不住啊。咱的身体、健康、发解，拢是阿赖耶变的。依靠发解，甲家己本来都是啊一体，永远是一体啊。是你的梦想分别执着，你认为讲唔是一体，错了。佛菩萨怎样是一体啊？所以对一体去利用，这就怎样讲？凡夫都是因为爱。正波都是闻那色啊，闻那色内面，佛甲咱讲呀，四大烦恼常相随，就是无始无明啊。第一个心见啊，我见执着无我，执着有真我，错了，我见啊。第二，我爱，我爱就是贪。我慢，我傲慢，傲慢是嗔恚。我痴也是无痴啊！你看贪嗔痴，四大烦恼常常随，同时起来。噶这个我见呐、啊，同时起来，这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众生啊，唔知呀，执着阿赖耶识是我，那、啊、因为有这执着啊，伊就会现一个幻心，这个心什么物质现象，闻那些个啊相分，我。谈情痴是闻那色的啊见分，啊闻那色的主体就是啊主见分，主见分是主性，是阿赖耶的业相啊。这是说明真心国土安怎来？你真正弄清楚、弄明白，下加契约，爱卡经过啊！啊，这个经就是转阿赖耶，成台湾经地；转末那成平等圣地；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地。转那净五色为行受足地，转些行地呀，这都开悟了。这都是啊，所谓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呀，这个转了心清净了，国土嘛清净了，境随心转啊，心嘛是主宰，心是灵性灵现，境界呢是所生所现。啊，咱明白这道理，好好爱去用心，自然就会转了。咱就会过亲像佛菩萨同款的，一款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就唔免去过人间痛苦的生活。现在虽然未当完全转，总是爱有几分成啊。
啊，咱这个学好就无白学了，学好得有进步，学好表现的画面，真正是无量的法喜呀、啊，喜乐。大不借经文，菩萨摩诃萨，自性好有诸佛国土，应远离故家，何地出家为净土正因，以远离不净故。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。这句话里面包围的范围真宽啊，对十信会到啊十会向拢嘛称菩萨，第四十个位处，十信、十诸、十行、十会向拢嘛称菩萨，十地啊。顶格啊，称摩诃萨。所以这个名号的内面有五十一个位次，菩萨、摩诃萨，因啊，加以游历诸佛国土啊，加以去啊，每一个啊佛国土去学习。我们叫参学，诸佛国土，伊拢有能力去啊。去降伏，降伏是修福啊。去听经文化是学智慧啊，福慧双修啊。这就是菩萨的事业啊！修行了后，教化众生，拄伫咧修的时阵，也附带教化众生，拄着缘就教了。而且这些菩萨拢有分身的能力，拢有化身的能力，会化。无量无边心，所以啊，应当远离故家，这个都要注意到啊。就是远离不净啊，这个故家那是用不净这个意思的，非常圆满，离开一切念着啊。应大圣教上讲的离开分别执着，真正做到不分别不执着，那就对了。果地出家啊，为净土正因，有远离不净故，注重在这个后面的这句远离不净，这是啊。净土的净因啊，也都是往生极乐世界啊最重要的一个条件。懂，海东元孝师有忧心安乐道法，无量寿经说三倍因。上辈之中啊，说有五句啊，东条还是东，是现在的韩国高丽元孝法师。
韩国人，伊伫中国留学，真君先道大师，回国了后，就甲净土宗传到韩国，是韩国的净宗的祖祖啊。有心安乐道的这部书啊，都、就是伊的著作。伊伫这个书顶面写《无量寿经》，讲三昧因，啊，上辈之中讲有五句，伊只下界利用利作沙门。出现发起静音方便，注重在啊方便，确实伫啊迄个时代，咱知影讲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。唐太宗皇帝啊！以后的几位和宗，甚至武则天啊，中宗拢嘛是护持佛法。佛法伫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一个时代，得了因的护法。那个时阵的道场好啊，真修啊！中国佛教十个宗派拢伫迄个时阵前后成立的，大乘八个宗，小乘两个宗，拢有祖师大德伫咧指导啊。成就的人太侪了。那个时阵，出家修道真正是好啊！依家发菩提心是明正因，你看啊，出家找一个好的修学环境，这是方便。有好环境，菩提心嘛，才真正会发得起来。菩提心。啊，咱所讲的呢，比古来祖师大德较听有。菩提心是真心，真心就是啊，真诚。印光大师与老大人相讲的心境，这份心境。得到一份利益，十分圣境得到十分利益。无圣境心，忽来家里，你嘛得不到利益。为什么未相应啊？啊，诸佛菩萨咧，音声分离，拢是对自性内底流出来，真心。有路啊！你不是真心未相应，你听了后会把意思错解了，不是佛的意思，是你自己的意思。你若是真心啊，你真正会了解到佛的意思，真正了解佛的意思啊，啊，你就会开悟。一摆听经啊，就会大彻大悟。嘛是伫东条，慧林大师甲咱做一个真好的榜样。啊，咱读经一千遍未开悟，听几百遍嘛未开悟，什么原因？无用真心吗？为什么慧能大师唔捌字，
刚等一天都没去过，同样的三等一天也没去过参加，一天都没去过啊。五祖林和尚分配伊个工作，是伫个对房个内面去整理啊、破查，伊是樵夫啊，做伊老本行。所以啊，伊伫个黄梅啊，大八个月，毋捌去个工堂，也毋捌去个禅堂。实际来讲的时阵，伊是庙内面的一个义工啊，这款的身份。到后来啊，竟然五祖甲伊爸拢传乎伊，这是让人想袂到的啊。伊是最后一工，五祖调遣。暗时半暝三更，伫皇帝室内面，无人听着，无人知影。但伊讲金讲金大意，那我估计加两点钟。公告应无所助力，心机心应该是三分之一的。无定着啊，较无啊，伊就代替代我，伊就明白了。我做一把就传乎伊咯。为什么？我做甲伊讲金刚经是真心流露，慧能大师听经是精进来听，我常讲。万分心境，伊就得到万分的利益。人印祖讲，一分心境得一分利益，一十分心境，伊就得到十分利益咯。百分心境就得到一百分利益，千分心境就得到一千分利益，万分心境伊就得到是满分啦。为人大事是满分啦，一个听安怎成佛咯？真正明心见性，甲伊啊听经的心得啊，那个老师啊做一个报告，甲五祖啊林和尚做报告，五句话，好记住心。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明心万法。讲到这地呢，老和尚就讲好了，免阁讲了，伊爸就好伊了，叫伊啊赶紧离开。为什么呢？让人嫉妒啊，人会较害啊，叫伊去眯起来，眯起拉人堆内面十五年啊，再开外面啊，把这个代志拢未记得咯，十五年未记得咯，伊才出来啊。禅宗大大兴旺起来。这是万分清净啊，一点啊拢未吃亏啊。咱今仔听经学教，无遐尼侪清净心，所以啊，读经啊，甲这个经的意思，拢嘛是错解咯。唔是佛的意思，是我家己的意思。听经嘛是安尼生啊，无听到真正物件。拢总拢是家己的意思。来啊，解释佛菩萨的教诲啊，
拢创错咯。今仔日佛教啊，最困难呢，难伫倒位？难伫无清净心。无清净心，佛菩萨来教，拢教袂出来。难伫即地啊！古早时阵有一点仔清净心，迄是啥物呢？对细汉培训出来。若我这年代啊，饭一点仔福气，饭一点仔福气，还是什么呢？出世伫庄卡，若讲出世伫都市，也拢无咯，对不对？啊，心经是学袂着啊，伫庄卡，伫庄卡，庄卡，也阁是真守旧。啊，恁有一挂人是对庄卡来。啊，阮的家乡是东山派的发源地，所以啊，伫这个明清两代文风真盛，庄卡囡仔拢嘛会读书、数学啊。阮的家乡数学真侪啊，我六七岁也捌读过数学啊。我会记诶，时间真短，大概只有一年，就改做短期诶学校，政府来办啦。短期学校内面诶课程，高资无得通咯，改做啥物狗啊叫、猫啊跳，改做诶即款诶课本咯，啊，真正就完咯。所以啊，过好的时阵，要一点点啊，这款的印象，对啊，父母无迄个讲袂孝顺的啊，对兄弟无迄个袂讲友爱，对尊重啊无迄个袂恭敬的啊，这是阮对细汉养成的啊。我读私塾啊，私塾啊。虽然是无大啊，伫书堂，阮亲戚因兜王姓宗祠，现在书堂也无咯。啊，去私塾啊，去讲，就拜老师啊。啊，阮老爸炸礼物，供养老师呀、啊。庄卡人。我伫买礼物，入去学堂，伫大殿，迄、那个大殿实在是祭祀祖先的大殿。中央服侍一个拜位，迄、那个规礼我会认的。大圣啊，至圣先师之神位，真大一个拜位，服侍伫个这中央。啊，阮老爸伫头前，我伫后面。老师坐伫边啊，同学徛伫两边。啊，阮老爸就带我，对孔老夫子行三跪九叩首的礼，行大礼啊。拜完了后，请老师上座。老师坐伫孔夫子的牌位下面。阮老爸啊，带我。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，啊，咱只知影讲尊师重道。啊，阮老爸对老师跪伫地下三跪九叩首，敢唔敢听老师的话啊？唔敢无听，这是老爸啊，甲老师的这个啊表演啊，啊什么？教阮啊，尊师重道啊！尊师重道是对遮学来啊，唔是讲互我听呀、啊。老师教阮老爸表演是互阮看呀、啊。啊，同学徛喺两边啊，管理
每一个同学入来时阵，拢嘛是按你这款大礼。所以，阮对台老师迄种的尊敬，一世人拢袂晓袂记。我这一生学佛啦，会得到几个老师的照顾，实在啊，都是得了伫个书堂的迄摆三跪九叩首的礼拜啊，都、就是这件代志啊。如果对他老师无这种恭敬心呢，老师呢爱照顾你呢，哪有这道理啊？不可能啊！我甲彭东义先生无熟悉，无人介绍，只听讲伊是东城的人，东城甲阮兜真近啊，就东乡啊，无熟悉。伊冒昧写了一张批互伊，可是我的批是文言文写，是毛笔公楷，恭恭敬敬。老师接到我这张批，一礼拜伊就下批互我，约我伫因兜见面。但我去因兜，当然礼貌嘛是真周到。伊看什么，伊就看这个啊。然后我以后啊，慢慢哎，就会去想到学生啊，对老师这种恭敬的心态太少了。可能伊无看到啊，看到我这个啊，就当作宝贝了，特别照顾了。哇，下批啊，需求的啊。只是讲希望会当去因学校去旁听伊的课程，就是安尼先尔。伊啊，唔好啊去因学校，对吧？厝内开课，每礼拜日两点钟，学生就我一个尔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，每礼拜两点钟课，我是安尼先学出来。那伊为什么拨出这个时间，特别拨出时间来教我呢？心经啊，尊师重道啊！我想要学好学，未当啊满足我，那就对不起我。凡是啊，真正有学识的人。总希望讲有团人成团伊个道业。中国古人常讲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孝为大。”做老师无人成团，伊啊就完咯。一生找无团成的学生，要安怎？就杜朱啊，用文理团入去啊。希望有林武言会读到伊物件，是这款的一个原因啦、啊。我去见张家大师，也是有人介绍。张家大师甲我约定，一礼拜一拜，甲彭东美先生同款两小时。哇，对张家大师三年，大师完结了后，经过一年，我认识李老师，李老师主经的老技师介绍，哇，对十年啊，学经教啊，学大乘，特别的照顾，无别项。就是六七岁伫书堂看到父母从我磕三个头啊，就是遐学来。一生永远袂去袂记咧。那是讲无这个缘，老师结结好我上课，你来旁听好了。袂单独啊，甲你讲啊。
所以一切法对恭敬当中求着，你会得到偌济，就是看你有偌济恭敬心，完全成正比例啊！啊，无恭敬心，佛菩萨甲你讲经说法，你嘛听袂入去啊，你嘛听无啊。表面恭敬是袂用的啊，你袂着物件真诚啊。这是菩提心的真诚，这是正因啊。三家专念彼佛，这是讲修观，真正在做啊。观是什么呢？用现在话来讲，就是观念。你有真多观念是错误，把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，就叫做修观。这大家都听有咯。现在这社会麻烦了，麻烦你都普遍观念错误，也把错误的观念当作是正确的，话倒转来，把正确的观念当作是错误，这麻烦就真大了，这就带来灾难了。对家己来讲，带来的疾病，身心未健康；啊，对环境来讲是带来灾难。这个学过的人了解啊，特别是学大乘，境随心转呐、啊，山河大地是随着咱念头的转，啊，咱的念头先，山河大地就先；念头不先，山河大地磨病啊都会出来。啊，楞严经上甲咱讲，贪心，贪心重，社会大众拢贪心，干着是水灾；心灰，干着是火灾，火山爆发；地球温度上升；雾气，干着是风灾；雾霾呢，干着是地震；怀疑。干着是大地松散，未见落，山会倒落来，大地会沉落去，这是怀疑啊！怀疑啊，所干着的灾害，未用你轻视啊，非常严重啊！这是咱未当唔知影呀、啊，信心坚定，大地就坚固。就会出毛病，今仔日无人信心啊！今仔日的人无信心，你啊真正甲大乘佛法，认真的去研究去学习，你就知影，今仔日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款？用什么方法来给他救进过来？会用有方法，不是说无方法。我老早就有讲过，是不是贪嗔痴、分修、大定慧问题啊，就解决了。这句呢是五字啊，这句，咱来知影，分修、大定慧。这戒定慧，就把这个所有不善的观念拢纠正过来了。啊，识别贪嗔痴，贪嗔痴后面一个慢疑，拢总拢给识别了。咱的信心恢复到正常，啊，山河大地嘛恢复到正常。正常就是最健康的啊，正常无病痛。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